接着也是题目，右图有一个坐仰的装置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是坐仰，双氧水就是反应物，双氧水分解成氧跟水，所以选项是 A 是对的。那其中二氧化锰是当作催化剂，鸡头肉的长的那个下要进没入水中，尽量接近底部，要避免气体溢出，所以 B 也是对的，是我告诉过你的实验注意事项。然后呢，一开始的气体有空气，所以不要收集，这也是的注意事项之一，所以注也是对的。所以呢，只有错在 C 上面，要使用排水集气法的东西，它的性质要是难溶于水，这个也是考过的事情啊，难溶于水用排水集气法周期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C 了 ，OK 吗 ？OK。停车暂借问，这个装置做氧气，下列哪一项是错的？谁错？谁是错的？这里有一个大帅哥或大美女，这个叫做大帅哥三五。你选谁？你选 B， 请坐。你说 B 是错的。排水集气法用来收集难溶于水的气体，所以它不是易溶于水，所以 B 是错的。简单。练习六，谁又是错的？谁又是错的？可爱大帅哥，不是大美女，大美女。大美女没有，有第六话。二吗 ？B， 请坐，你也选 B， 两个答案都 B 哦，这么好。那个二氧化锰是原来就放在锥形瓶的底部，然后上面放一点水，再把鸡头肉插进去，不是从鸡头里面去倒二氧化锰，投入到的是我们的双氧水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，就是有关于一些制造氧气的简单的问题。下一题，这是个流苯的燃烧，甲生说、乙生说、丙生说、丁生说，这是仿照过去联考年代的题目，我们说就从以前就爱考，请问你谁说对了？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有刺激性的臭味，所以甲说对了。然后呢，二氧化硫溶于水会形成亚硫酸，是酸性，是我们酸铝的成分，酸性会使得酚酞酯剂呈现的是无色，所以乙生跟丁生写的都是错的，然后丙生叙述是对的，乙生叙述对的，所以由此可知，甲生丙生叙述对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 C， 还要 C， 容易哈，简单。来，又是烧硫，请问你何者错误？又是燃烧硫，谁是错的？来，可爱大帅哥五哦，三二。答案，一共上 C， 你选 C， 请坐。你说 C 是错的。讲过硫燃烧的东西叫二氧化硫，碰到水会形成叫亚硫酸，亚硫酸成酸性，所以这个酸性是红色，不是蓝色，蓝色是碱性，所以 C 是错的。例题本，一个烧硫，一个烧镁带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简单小问题，简单小问题。可爱小女生五二五 ，Number One。李工厂 ，C， 你说 C 是对的，请坐。你答案选的叫 C， 有白色强光的是镁带，氧化镁是固体，粉粉的是二氧化硫才是气体。然后呢，硫是非金属，氧化物溶于水呈酸性，镁带金属，氧化溶于水呈碱性，所以是指一个会变红，一个会变蓝。所以都没有全部都变红，但它都可以溶于水，所以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答案选 C， 这是有关于硫粉的燃烧，再加一个镁带燃烧的小问题，可以吗？不然问题吧，不，很好。